哎，大姐，高高是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们，是我们主动打电话，还有给我们沟通，到12点、12点半以后还给我们答案。我说我们人是在金门，不是在台北，你至少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，给我们安排机会到台北看一下小孩子受伤是怎么样子。他没有啊，他目前那个航空是怎么？